近日，电竞题材电视剧《全职高手》在上海街头热拍。当天，两位杨洋和江疏影都现身街头。杨洋身穿黑色外套内搭白 T， 江疏影则身穿黄色外套。两人化妆后场的时候，或多名助理打伞遮阳，排场十足。另一个场景，江疏影换上藏蓝色印花外套配破洞牛仔裤，拍摄一场和女友人告别的戏份。两人拥抱，挥手再见，很是不舍。